我们现在临时检查一下，涛姐这次来录制《天天向上》带来的行李箱，这怎么好意思看女孩子行李箱？这对吗？这样对吗？快打开来，你看啊，快打开，看吗？花儿与少年刘涛真的是他的啊，四姐夫没在里头吧？走，哇！其实我就待一天，不需要拿太多的东西，那就给大家带点礼物吧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哇，太贴心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送给我们的主持人。哎呦，小柯联袂的啊，谢谢。宁夕袁惟仁，我的天哪！然后呢，特别简单临时的做了一个涛涛万能包给你们。哦，这是给我们的，给我们的。对对对。但是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们，因为我说的那个很舒服的那个热贴，我已经下单了，但是他没寄到。没关系，回头寄我们家里嘛。对，我们把地址都给你啊。哇，真是居家旅行必备之良药啊！牙线刚吃完了，你们谁需要可以用一用。真的，这个是热敷的眼贴。哦。一个指甲剪，因为我觉得去任何地方旅游，指甲剪是真的挺需要的。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一次性的洗脸巾，在网上搜一次性。美容巾，然后是盒装的，其实就能够找到。然后要纯棉的，价钱在15块钱一盒左右吧。哇，这个好棒啊！节目里面我用来收衣服的，一天下来脏衣服就把这个放在里边，然后把它扔掉，太棒了！哇，还有太有钱了，还有这么小一个洗衣机，你看看啊。这高科技啊！这个是一个针线盒，有的时候你衣服有什么需要的这个针线，什么扣子，我跟你说，有这样的一个针线盒，你衣服不破你都觉得过意不去。对啊，自己都往外撕。这个是个万能的那个。万能的接头哎。对啊。然后这个就是哪儿痒啊，有虫子叮啊，蚊虫叮痒。对对对。有了这个不被虫子叮都觉得对啊，浪费了。家里面养一堆虫子，这个是衣架。哇，就把自己挂上去，小叮当吧，这个根本用一个小的肥皂盒，需要洗衣服啊，洗什么都可以用。哎呀，真是。然后这有一个眼罩，去到哪儿空气不好，口罩。涛姐，我们用眼睛呼吸。海璐姐，对不起啊，我没帮你管好啊。对对对，口罩不好意思。明明是口罩，说成眼罩了。然后就是一个急救包，这是一个分装袋，我比较喜欢多带一些小袋子。这个它是有夹链的嘛，就是吃不完的粉就把它丢进去。哎，这个我觉得特别好。瑞士军刀，还有电筒、放大镜、小剪刀。这个是开各种螺丝用的。你像我带孩子出去，他买了玩具，但是那玩具要放电池，你没有东西。拧开那个电池盖。对对对，就拧电池盖用的。哇，太贴心了，真的。就是那个贴身子很舒服的，回头我再寄家里，寄家里。那个所有的观众朋友都把地址待会儿写好啊。不定期做点活动吧。我们主持人就一共是五个人，五位。但是呢，带了这么多啊，我们如果不送给观众的话。要不要里面再装点米粉扔上来？我还是留好自己的。哎，你们自己的呢？有，我留好自己的。好，这边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次来简单的一些生活用品。哇，这是他自己收拾的啊。这个是我的熨斗。哎，他自己出门带熨斗。我可以不用带卷发棒，但是我一定要带熨斗。对，熨斗可以熨头发吗？我就缺一个这个。不行吧。这跟我很久了，旧了，我给你个新的回头。这个是一个包里面可以放几双鞋。哇，这个好方便哦。峰哥特别喜欢换各种鞋子，出门3天带50多双鞋。我是蜈蚣啊。大概能够放3双鞋左右。它都是分包装。对啊。我的东西我不希望有任何的没有包着它的东西。我想拿什么我就拿一个包，其他的就放好了。哎，你这算不算是强迫症？是一个生活习惯。我们要向涛涛学习，真的。哎，这有各种零食。这就带了点巧克力和咖啡，有的时候早上没有准备自己的早餐，或大家就来点。我要巧克力。哎，你们怎么感觉现在是这个？我们什么都要。我觉得他胖了，你比我上次来的时候变得又白又胖了。刚说过我们吃过猪肉没看见过你跑吧？这不能怪我，他们老说我猪啊猪的，我就往这方面发展了。真听话。如果说衣服上面沾了这个油渍的话，刚才吃了这个咱宇宙卷饼、伏牛糖的米粉，不小心油渍沾到衣服上。我有一个方法，很干净，什么？一劳永逸，说就剪一个洞，滴到哪就剪哪。哎，我也有个办法，索性多滴点油嘛，滴出一个豹纹。来，我们问涛涛。豹纹。我
以前呢会买那种去污笔，就是跟一支笔一样的那个，现在有些超市它是有的，有时候是用酒精，有的时候用醋，再不行的话家里用一点点汽油，往汽油这样擦一擦。红酒最难处理，你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？剪掉啊。好的。